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一个物体哈，最做水平抛射运动呢，它的速度方向，哦，这个是速度方向啊，速度方向与水平方向的夹角，哦，这是西塔。那么它的正切值，哦，天线西塔。正切值它的变化函数图形为下列何者？就是说哦，天线西塔哈，相对于这个时间的变化关系是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晓得说哈，这个任何时刻哈，它那个这个抛物体它的速度哈是等于 a t 加 v 零嘛，哦，就是 g t a 的话是重力加速度嘛。g t a t 加 v 零嘛，啊 v 零是平抛，哦 v 零的方向是水平方向，那这三个向量会构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，也就是说 v 零呢哈 ，v 零加上多少呢 ？g t 哈，这个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这个 v 啊，哦啊这个 v 的这是 v 的方向，这是水平方向。哦 ，v 的方向跟水平方向加起来叫西塔，那天线西塔等于多少？天线西塔就等于这个是 g， 因为这个是夹直角 ，gt 嘛，它除以 v， 它这是常数啦，它所以这是 y 等于那个 mt 嘛，哦，就 y 等于斜率啊乘以 t， 所以这是一条直线，也就是说啊，这是通过那原点的直线。哦，当时间等于零的时候，天线西塔等于零，因为它角度等于零嘛，所以从零也开始算。哦，这个是，哦啊，这个那个，这个斜率哈，哦，是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斜率哈，哦，是等于多少？等于 v 零分之 g 啊。所以它的图形是这种图形啊，这是天线西塔，啊，这是 t 啊，哦，图形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C。